说4000块钱的预算不好买半自动咖啡机，那你一定没有看过麦托23 Pro 最新版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咖啡月漂亮。昨天我们对麦托23 Pro 呢做了开箱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机器到底怎么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这款机器呢主要以白色和木测板颜色为主，我们这一款呢是白色，白色更加适合女生，后期呢还可以给它装饰一下，会更加漂亮。这款机器呢搭载了750毫升铜制锅炉加分段式两段 PID 温控 OPV 稳压系统，更好萃取，更好将咖啡的最佳口感释放出来。最值得一提的是麦托23 Pro 版本增加了魔术手感应系统，一挥即萃，自动启停，可设置定量萃取时间。别说了，昨天玩了一下午，真的是很方便，它的每一杯的萃取时间以及克重都是极其稳定的。好了，想必大家更想要看的是实机实测，我们马上一起来做一杯吧。魔术手现在开始。那明天的话呢，我们会专门出一期针对于这一个魔术手的一个定量设置的。蒸汽的话是新升级了比赛级的蒸汽版本，很猛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蒸汽真的超大，而且这个拉杆非常顺滑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打奶泡。我个人呢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一个蒸汽感的一个设计，因为它就很好的这样去没入，你看。非常好没入，然后我们找好角度，直接开始。看这奶沫非常的细腻光泽，而且很丝滑。那这个千层心其实还是可以的，而且你看它这个液面，它的咖啡油脂以及奶泡的，你看上面表层的话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颗粒度，没有气泡。看到这里，你还会觉得4000块钱买不到合适的咖啡机吗？关注我，有结果。我是咖啡月漂亮，下期见，拜拜。